我让你买大葱，你给我买香葱。我还买了这个，这总是了吧？是小葱啊，小葱养大了不就是大葱了吗？大葱就是大葱，这颗独一无二，不能为人替身。大葱的直径在2厘米左右，比小葱和香葱都要粗壮，花茎在30到50厘米之间。山东大葱甚至可以达到100厘米。那小葱和香葱长得也太像了吧？小葱的葱白一般在4到5厘米左右，香葱的葱白则一般在10厘米以上。哦，那不是差不多吗？差不多。款款泪倾，这些年的情爱与时光终究是错付了，差远了。小葱更适合生吃，比如小葱蘸酱或者小葱卷饼，而香葱气味浓烈，所以它的用途更偏向于调味，不管是桃子酱，其实韭菜也是葱的一种。